当然我觉得就是跟他们讲细节很重要嘛，我们没有本钱去放松，那因为我们是年轻的球队，我们只能用拼劲跟更专注来去对待每一场的比赛甚至练习。那在比赛前我也确实集合他们大家讲说，我们大家要有决心拿下这场胜利嘛，那大家今天都有做到。其实因为今天彦哥跟查克都没有登陆，那自己就是要扛起这责任，然后帮助就是球队可以很顺利的赢下来，自己在第四节的处理球可以再更好一点。其实真的就还是蛮开心的啦，受到很多南部的粉丝们跟同好们，然后经常来帮我们加油，真的是蛮感动。那当然我们确实就是利用这一次首胜来回馈给大家。当然也是我们这一批，确实我们就是很好斗啊，不服输嘛，我们就是不想要被年龄限制，自己的训练啊甚至生活作息我们都是有做适当的调整，所以我觉得做给后辈看，让他知道说怎么样可以好好的打好一场比赛，怎么样可以保养好自己的身体，那我们做了典范之后，让大家可以继续这样调整下去，我觉得这才是最重要的。